蛮划算的嘞，在英国吃饭的话，给大家看真奶要多少钱，但吃到爽。所有的东西都调涨了3次，8折的活动，不是在骗自己。大家可以猜猜看，这样花费台币多少钱？嗨，大家早安！这支影片是要来记录我在伦敦生活1周的花费，刚好这礼拜也比较多饭局，我现在已经 get ready 准备要出门了，因为等一下要去中国城跟朋友吃午餐。现在要走路去搭地铁，因为现在时间还很早，我们约3:30，先去摄政街的 Nespresso 拿我每个月的咖啡胶囊。刚刚那趟地铁要2.7磅，大约台币100多块，超贵的，我们大概才搭4-5站而已。下吧，我们现在要来买饮料，看看它跟台湾的价差差多少。给大家看真奶要多少钱，中杯的4.65，大杯的是5.15。我们买了一杯茉莉绿加珍珠，我记得台湾应该是45块左右吧，就是35块加10块的珍珠。对，这里这一杯换算回台币是要180块，就是无糖绿加珍珠啊。今天决定要吃好年华，我们有点空心菜、红油炒手、炒饭跟，就是为了这个萝卜糕来的，超想吃萝卜糕。哎，还有萝卜块，我好像有看到萝卜块。你点腊肉萝卜糕啊？绵的，它是比较正统的港式，它萝卜糕里面是绵绵的口感，好吃。跟你想念的味道一样吗？这里的空心菜名字超特别，它叫做通菜，应该就是大陆用中国用语。Day bleed into nightfall。 牛油炒手，但它颜色看起来就跟台湾的不一样，它长得就像水饺本人啊，你看它很像那个虾饺。不像不像，那个没办法叫它红油炒手，它没资格。里面的虾超大只的，料很实在，但是它跟台湾红油炒手差太多了。凤爪，凤爪蛮像，就是我们在台湾会吃到的味道，因为就是蛮烂的，就是抿一抿就掉了，而且很入味。我觉得这里面最好吃的是凤爪。吃饱出来了，因为我们就是看到那间有萝卜糕，所以就随便 walk in， 结果意外的蛮好吃的。我们刚刚结账是56磅左右，大概就是一个人台币750。啊，我们是3个人吃哦。对，我们是3，然后一个人台币750，其实蛮划算的嘞。在英国吃饭的话，很饱，真的很饱，超饱，可以当两餐吃。我们现在准备搭公车回家，顺便看看在英国搭一趟公车多少钱。上车之后发现搭一趟公车是1.7块，比搭地铁还便宜1磅，感觉就超划算的。以后我就多搭公车好了，帮我用双脚好了，用两只脚，不用钱，太贵。这包6颗2磅，真的很便宜耶。这15颗蛋2.3块，它蛋吃到爽。这里的牛奶很便宜耶，这一袋1块3，还可以当水喝吧，差不多50块。
Let's go. Feet away, she's like a primrose. You're never taking me alive, so come close. And I know why you said it, cause I'm reading every word in your voice. Now I'm not who I used to be. Maybe it's a good thing, a good thing. Got a good thing coming, it's a good thing.我现在要走路去家附近的一家咖啡厅跟朋友吃早午餐，吃完之后我要陪他去一个二手家具市集，因为他最近搬了新家，他也搬到我们家附近，他刚好需要买一些家具，所以我会陪他去那里逛一逛。今天意外的场哎，欧姆蛋他吃伊式大早餐。现在在采买床头柜，这不错哎，对，适合你。Sorry， 说明你睡不错哎。那个你要喝吗？他们喜欢买这个桌子。You walk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amboo. Your ass baby got me going crazy. So fresh and clean, ma. Please smile for me, babe. You like I see you for the first time. So fresh like fine wine.You didn't have me like marijuana. Girl, I'm gonna see you, baby, every time. All I can do is stare, I can't even move, girl. What's the secret, girl? You got me confused. Yeah, the smile is in your hair, the way you party with you. 现在已经跟朋友分开了，因为他有买一个镜子跟床头柜，所以我就帮忙他搬回他的新家，现在跟他分开回我自己的家。但是早上忘了跟大家说，我们的早午餐我们是两个人吃40磅，都会在统计一周的餐费，在结尾给大家做参考。晚餐吃肯德基，现在已经是礼拜一了，是我的练球日。如果你想要看球场开箱的话，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我今天一样是打1小时120颗，是16磅。练完铁杆了，已经是1:40左右了。我从早上到现在都还没吃。跟朋友解散之后，他家附近有一个很有名的面包店，巧克力可颂。我大概吃完之后就会继续练我的木杆。So out of reach, you're crystal clear. You don't disappear, baby. No. So why would I? Why would I follow you? When you're the only thing unhallowed me. 洗一次衣服要3.6磅，烘衣服是2.1磅，好贵哦，他给我涨价嘞。我以前烘衣服的时候才1.7磅，所有的东西都调涨了3次价钱，好可怕哦。嗨，大家早安，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等下就要出门去跟朋友吃午餐。先来介绍我今天的穿搭，我里面是一件 MSGM 的 T 恤，裤子是 Uniqlo 的粉紫色宽牛仔裤。现在天气忽冷忽热，所以上面就是披一件 Amy 的紫色毛衣。从背后看看起来超紫的哎，整个人全身都是紫的 dress code。我们今天是迎接伦敦最后的夏天，哇，秋天了。今天凉凉的、啊，我觉得还可以啦，不热不冷。带我的 Lina Bill 出门哦，真的很可爱。我们今天的午餐要去吃海底捞，老皮，因为他有一个学生折扣的优惠8折的活动，所以我们决定今天先去吃。希望等下人不要很多耶，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中外国人应该不懂海底捞的美味吧。所以你今天不觉得冷？我今天觉得很热。你蛮热的吧？很冷啊，跟台湾的一样，自助吧，随便拿。一样的味道，台湾比较好吃。它是大芝麻汤。
饱出来了，结果今天是中秋节，没有八折的优惠，所以我们一个人平均下来是30磅左右，但是因为是节日的关系，所以他会送一个月饼。市场这里有一个很有名的咖啡专卖店，叫做 Monk Mount。这边是 Patrick， Patrick 也会来。嗯，嗨，这家，对嘛？如果要来的话，要记得带一个外带杯，因为他们没有提供外带杯的话，就要买他们的环保杯，一个是5磅，不然就要跟我们一样选择内用。How often have I told you I don't fight over via text? My reply is emoji shade. Are you up to something? So you sneak through the curtains. Oh, the house is still silent. Bumped into the wall upstairs.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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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你要苹果吗？嗯，好啊。你需要用到绒毛虫吗？要吧，减肥的人可以吃这个吗？嗯，可以吧，我说可以就可以。还是要吃这种更甜的呢？我觉得应该，我觉得要吃就要吃爽一点的。不行，我很吃。反正你不吃这个，你也会吃别的。不是，你是在骗自己。不是，不行，不买不吃，买了我就会吃。Hello, hello, hello, hello. I hope, I hope, I hope, I hope. 今天买超便宜。嗨，大家，今天已经是礼拜六了，我要来总结我这一周的花费。我这一周跟朋友吃了一次早午餐跟两次的午餐，餐费总共是86磅。去了两趟超市是31磅。交通费的话，我搭了9次的地铁跟2次的公车是27.7磅，我练了2次球，所以是32磅。最后是洗衣服的价钱是5.7磅。这一周还有加一些零零碎碎的，总共金额是，大家可以猜猜看，这样花费台币多少钱？总共是7320块。我其实这一周也没有做什么太特别的事情，但是在伦敦生活一周的开销基本上都是这么高的，这可以给要来留学或是要来英国旅游的人做个参考。